我都被丢的到处都是。哇，这溜滑梯已经快要断掉了吧？你看这个溜滑梯，他整个人真痛痛，太激动了吧？对啊，他这，他都要用力的滑，这根本是看起来超难玩的，是什么鬼？他这样踢一踢，那感觉都快爆炸了。你要加一点润滑。对啊，要加一点水。没有，要弄一些油啊，沙拉油啊。就这边加水就好了，怎么加油？